Sometimes I don't wanna be happy. Don't hold it against me. 大家早安，我叫梅梅丽，我是 UBC 大二的学生。我的生日是2001年11月7号，所以我今年19岁。我家有4口人，我爸爸、我妈妈、我哥哥和我。今天是2020年6号，哦，12月6号，现在是7点半，早上7点半。我今天带你们一起看我的生活。好，我现在我要饿死了，所以我们去做早餐。我现在做早餐。哦、hey Google， 现在是几点？ Sorry, 现在是8点。哦、oh, ，我要问我的朋友，他想不想今天去图书馆？好，我打给他。喂 ，Christy， 你今天忙不忙？哎，微微，我今天不忙。你想做什么？啊，你想不想去图书馆作业啊？好，我想去。那你几点来接我？啊，我10点半来，因为我需要稍等一下住午餐，所以我会在30分钟内到，怎么样？好，那待会见。啊，好，再见。我现在在 UBC 做作业，我现在和我的朋友 Christy 在一起。Christy， 你现在做什么呢？我在吃午餐。哦。你现在吃什么呢？我在吃意大利面。啊、我非常喜欢意大利美食。你喜欢吃中国菜还是日本菜？哦，我都喜欢，我喜欢所有的食物。我吃完午餐了，现在我要吃煎神。哈？喂？哦。Okay. 我吃完午餐了，我现在要去健身房健身1个小时。我喜欢去体育馆，有气是在。期末考的时段，经过一整天的复习，运动可以帮助我缓解压力。我现在在Superstore， 我常常去 Superstore 是因为 Superstore 很大，而且有很便宜的产品。我每个周末都会去 Superstore 买杂货给我的家人，尤其是因为今年有了 COVID， 他们不应该经常出门。我不喜欢经常去杂货店，因为 COVID 现在情况很糟，所以我不想在这样的繁忙的地方。今天我买了一些配料做蛋糕。我现在要回家了，跟我的父母聊天。2000 years later， 爸爸，你今天晚上想吃日本菜还是中国菜？我只想吃中国菜。我可以煮给你们吃，好吗？啊，太好了，谢谢你。你可不可以做一点面条吗？好啊，我现在煮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啊，这是我爸爸
他是电脑分析师，他今年是57岁，他的生日是1963年11月24号，他也是我的厨师。我晚餐吃了很多食物，所以我现在很饱。我要去做作业，是因为我还没有完成作业，然后我会在床上看 Netflix。 我今天晚上一点菜水饺。谢谢大家观看我的 vlog， 祝你们也有个好梦。I need you to hold me if I'm low. You don't need to care, let me be inside. What's the matter with that?